所以牧本身呢，带出的是学习，带出的是进步、前进、开发、树立、建立、增加。那我讲的是越来越多，可以是越来越多知识，可以是越来越多钱，可以是越来越多物质，可以是越来越大量的车，可以是越来越大的屋子，可以是越来越多人，比如说 OK 多成长。那有个道理呢，你们一定要记住哦，人不是成长就是死亡后退， OK 不是前进就是后退，你没得选的。你说哎呀，我已经学的差不多了，我已经是个博士了，已经够了，差不多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只要停，人家前进你就后退， OK。所以人生里面呢，这硬道理是你要吗，你是前进。不要去 complain 太多， OK， 面对它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成长性，所以大家今天会来上课，你来上课也为了成长。所以你来上课为了成长，你看你还会去很多地方上课，你还会学很多东西，你还会看节目，还会听新闻，还会做什么等等的。为什么你会做这些呢？为了什么呢？知识的成长，甚至技术的成长，学历的成长， OK， 你所拥有的成长。但是相信我一句，你所有真正的成长并不来自于你满足自己的成长，你最终的成长，比如说你们打扮给谁看？自己。多少朋友是打扮给自己看的？看手，来，有多少朋友来手不要放，打扮给自己看的，你们是怎么看自己？眼睛拿出来这样子看回来，哦 OK very nice， 哦放回去。啊，镜子啊，很辛苦嘞，每次要开着那个 camera 这样子。哎，你看到我了不行，我给自己看的。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如果这世界里面没有人的天荒地老、哦、飘着大雪，没有一个生物，遍地横尸，树木都已经枯萎了，根本没有东西可以成长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还会反对一下，反对一下。对不对？画给人家看就讲画给人家看。正常的我也穿给你看啊，你有穿给自己看啊。但是我们给人家看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有自己心灵的成长，我自己层次的成长，对不对？有多少朋友需要你的金钱成长的？我是来庙教，是教东西吗？哇、啊、我跟你讲，我两个啊，两只手啊，对不对？谁需要你的物质方面成长的？ OK， 大辆车大辆物质、哦、大件物质，对不起。 OK， 我也是啊， OK， 我也是，但是相信我的东西，包括举手朋友，没有举手朋友你不要管他， OK，举手的朋友 OK， 我告诉你，你其实严格来讲也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你为了自己，对不对？我呢认为说好了，我要比如说、买一辆车 OK， 我买一辆车，我会选择那个车，那选择那车的时候，我会看说哎，有几个 airbag， 哦还好我这辆车有十个 airbag OK， 哦十个 airbag 为什么呢？创造比较不会，起码说比较有机会保命。为了谁呢？我载着孩子，我载着太太，我先为了他们，要不然我不要买四个 iPad 的车，我买两个 iPad 的车。两个 iPad 的车是那种 modify， 这边 modify 那边，对不对？哦，比较好玩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哎呀没办法，弄大量一点，给他们做舒服一点。屋子弄大一间一点会给你带来什么？家人舒服，谢谢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你的自己的证明，对不对？你证明你自己的那个能力、那个实力，对不对？
等等，你没办法用口来证明。我说我的实力很强，有时候你用了你的东西来证明。OK， 那么我讲说，所以很多朋友都说，哎，我要把车弄得更大辆，我把屋子弄得更大间。你没有错，你没有内疚，你懂吗？我很内疚，我不应该这么贪慕虚荣。气死咩雷！你不要的话，你听我讲一句 ，OK？ 你就算你是真的是吃素的，所谓吃素的，我看到吃素的都吃得很贵 ，OK？ 你是那个吃草的 ，OK？ 这样子讲吧，你是吃草的 ，OK？ 好，你是习惯吃草的，好，行，没问题。但是你身边的人不一定是。我们讲的明白一点，你不要那么的自私 ，OK？ 你不要那么的高贵，你不要那么的高尚。我们讲的是心灵什么成长，心灵成长啊！你不懂心灵成长，你没有水准。OK， 行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你可能身边的人是要怎么样，能够去证明他自己的。用的工具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啊！你要尊重别人的工具，你懂吗 ？OK， 而且别人的目的，你不要一直以为说你的高尚而涵盖过了人家的需要。你有你的工具，你也尊重人家的工具，所以人家才会尊重你的工具。OK， 所以这时候成长呢，并不一定是说为了自己。我说很多时候是为了他人，但是最终当然还是回来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打造出来的成长，对不对？你打造出来的成长，我说这带给你荣耀，明白吗 ？OK。所以学习呢也是一个成长，所以经常呢目比较多的人呢，因为经常呢他们会往成长性去建立比较多。很多朋友呢甚至目性比较强的呢，他会喜欢做人家的榜样 ，OK， 做一个 role model， 带领着人家哦，做人家的榜样。好，这里呢我带给大家更多的思维哈，因为刚才给了大家一个 introduction， 一个介绍，我现在给大家多点思维。多少朋友呢？这里呢，那注意，等一下我给你们的例子，不用抄，不用什么，注意听就好 ，OK？ 哦，注意听哦，因为抄没有意思啊。抄不了的，你抄不了故事的 ，OK？ 所以注意听就好，明白你就开悟了，不明白就继续在上课喽。